高一学期的期末考试非常的重要，这直接影响着你们高二阶段的文理分科。如果已经有意向的同学呢，一定要好好准备；还没有想好的同学，刚好可以用这次的考试来看看自己喜欢什么，适合什么。最后预祝大家考试顺利，加油！必胜！必胜！你又打我，你能不能温柔一点？你说我打你怎么了？哼，谁让你嘴贱。走了，拜拜。我家那个机器人大赛怎么样？拿奖了吗？你觉得呢？可以啊，周哥，这么多奖，划清稳嘞。哎，划清还是没那么简单的。那要是今天晚上你过生日，那就算是双喜临门了。可以。哎，那不小怪兽吗？你叫他了吗？姐，我不想在这边玩了，压根没意思。我去那边玩了。哦，去吧。啊，这一个两个一天奇奇怪怪的，搞得我都没好日子过。他和他的事儿和我和他的事儿不是同一码事。啊？什么他？我听不懂啊！我就知道我夹在中间，里外不是人。他们女生真是太复杂了，还是咱哥几个简单哈。自己头脑简单，别拉上我啊。干嘛啊？你要干嘛啊？走开，你也走开。哎，你赶紧去啊，我来不及了。你看，走了。都走开！你们干嘛呢？起床！快别跑，反正我到你们了。没事吧？要你管啊！走了，回家。让你乱跑。你快点儿。哦。